今日讲的主题是今麦上行的自行车哦。你敢知影骑自行车敢袂当用手机啊？无要那拯救世界，真危险呢，会出人命啦！烧掉燃料会使骑脚踏车吗？切，袂使啦，最不上道，知无？暗时爱开电话无？免啦，咱开车顶盖上吊装啦，咱才看到头前的路，别人嘛看得到咱啊！骑脚踏车袂当用手机啊，袂当饮酒，暗时骑车使用车顶，配备安全型，自在好心情。交通部关心你。